如果你觉得瑞士很贵，不如来西班牙的小瑞士努里亚山谷。当你乘一列赤鬼小火车绕山而行，越过绿水，眼前骤然出现明信片里才会看到的风景时，欢迎你来到努里亚山谷。如果西班牙有个地方可以同时乘火车上山，搭小船在湖上遨游，坐缆车滑雪，徒步登山，骑马，那说的应该就是努里亚山谷。努里亚山谷位于比利牛斯山脚下，离巴塞罗那不远。1931年建造的赤鬼火车是唯一的近古交通工具。山谷海拔2000米，适合夏天避暑，冬天滑雪，一年四季都很值得前往。都说大自然有很大的治愈能力，信步漫游在山野，近看牛马羊，偶遇可可爱爱的土拨鼠，感觉整个呼吸都被熨帖平顺了。如果你看够了巴塞的风景，想要离开城市的热闹与喧嚣，何不到努里亚山谷，绝对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西班牙。